好，你不说是吧？我去找他问清楚。好了，别闹了。你每天都说工作工作，你不就是为了给他发消息吗？今天被我抓到了，你还不承认？那是我朋友，我兄弟还在这儿呢，别闹了啊。你当我是傻子啊？你爱信不信。今天我抓到你了。那有，行了吧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再说好不好？你是不是以为只有你才会这样？偷懒的是你好不好？我来教你。那你最喜欢的口味？谢谢。我不记得了，你能再弹一遍吗？怎么又问这个呀？那次是我即兴弹的，等你下次过生日，我再弹给你听啊。我队里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，记得喝啊。教我弹琴。那我们在这里呢，需要注意高音节奏，还有一些和声。好了，这节课。